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十二月七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讲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丁新摆油泼甲无济，引起社会不满，社会嘛发起消灭丁新行动。军公告嘛发起，唔通买丁新的产品。前总统李登辉因为小中风住院，不时传出病危的消息，办公室澄清，李前总统后礼拜就出院。高雄南院十二月二八号要试营运，估计会当为家己带来上百万的观光人潮。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老牌做的药厂强生制药，伫咧今年四月份被抓到使用工业用的碳酸镁代工做健康食品，涉嫌违反着食安法。检方甲董事长等三个人起诉，不过新北地方法院是认为，强生伫咧使用工业用碳酸镁的时，并无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伫咧昨昏判决无罪。老牌药厂强生化学制药公司在今年四月被新北市卫生局监检调发现，使用工业级的碳酸镁在桂林某一间诊所代工制作斯尔康健的保健食品，搁再卖给消费者，涉嫌违反食安法。严格新北地院法官认为，强生是伫咧修改食安法进程添加碳酸镁，而且无证据显示这项食品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判强生负责人等三人无罪。他们有一部分的行为是在这个103年2月7号之前的购买碳酸镁以及制造于食品的这个行为，那合议庭认为说这个部分因为还没有刑法的规定，所以在这个行为之前是没有办法认为成立犯罪。法官强调，新的时间发生在1903年2月7日才实施，强生的行为拢是伫咧修法进程，因此无构成犯罪，而且本案验出氧化钙超标，也即个违反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甲含量标准，是行政法的范围。对此，都无可专家批评，法律定了搁再严，罚金搁再重，若爱证明危害人体健康，才会当判刑，根本就发袂着恶心业者。法官他们希望一定要证明有健康危害才能判刑的话，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困难，因为除了少数的物质以外，基本上大概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危害。新北警方讲，就要等到收到判决书了，结果再研究是不是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丁新买油判决无罪，引起社会不满。即马发起消灭丁新的行动是一波接过一波。今日有民间团体是出面呼吁台北101上大股东财政部，伫咧丁新案前期还未解决进程，应该全面来阻挡丁新101股权的交易。某团体发起全国的公公告，唔通买恶心的食品。断银根，断银根。鼎新才会倒。台北一控一大楼下礼拜三要召开股东会议，有台北一控一大楼37.7%股权的鼎新集团传出拍算要把股权卖给国外私募基金，会使赚到200亿。民间团体早起伫一控一头前抗议，呼吁一控一上大股东财政部爱宾卡表态，反对鼎新交易股权。其实他已经亏损了近8亿，在这样的情况呢，他急需增资，那同时呢，也是需要台湾之星也是需要100亿的资金。卫权在三重的一块土地也需要资金，黑心毒油事情还没有解决，当然我们不允许他用其他的方式再来继续荼毒台湾人民。林台嘛指出，根据了解，这间国外的私募基金甲丁新伫中国有合资成立公司，伫上海投资房地产，伊控业股权交易空间嘛是甲借手袂好得手，因呼吁财政部唔呐爱拒绝通过私募基金买股票案件，嘛应该要等丁新集团的引进。下晡嘛有军工教人民发起抵制恶心厂商购买恶心食品，所有军工教警消医护以及所有的公营事业的，我们自己来当消费尖兵。丁新恶心药案件无罪判决了，民间媒体的行动是一波又过一波。民团认为，干那是民间的利用空间无法度袂定，要求官方跟军工局撤回假例来捍卫食品安全。记者陈淑君、林国宏台北报道。一个树林地方法院审理八仙爆炸案连续四天开庭，今日是第四天。下晡的时候，有部分的伤者甲家属做会开记者会，因认为爱负责任的唔那是吕中吉一个人，包括新北市政府，也个八仙乐园拢有责任。穿着压力衫，暗个伤口却是紧张。几位伤者坐伫楼梯顶，关忍袂住拍拍叫叫的。因是八仙镇暴伤者，树林地院连续四天开庭，真侪伤者甲家属忍着痛出席，并且举行记者会，要向政府发挥。造成15死484位受伤的八仙城暴案，不是只有吕中吉一个人的责任，
八仙乐园、新北市府和交通部公安局都有责任。家属表示，当初参加是八仙乐园活动，确实无发生沉没，大家根本未知影入场的是啥物人，主办单位阁是啥物公司。迄一暗新北市甲八仙的救灾机制完全失效，这两单位哪有可能无责任呢？它是一个合法，而且是新北市府同意，整个过程都是合法的，所以我花比较高的租金去借了这个场地，全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来，这对家属的公平正义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很难以去接受的。我们当然绝对是尊重他们的一个心意的表达，我们静候司法机关对于公务员责任、新北市政府责任的任何的调查，我们绝对会配合。或者叫官员回应，未想骗任何应付资金。你伫这段治疗复健期间，有伤者造成卧推帮，彼此来安慰加油。因为大家不同医院，那每个医院用的敷料这种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知道说哪间医院他们觉得这个不错，那我们就跟我们医生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改用那个敷料。伤者甲家属表示，十一月已经申请再去，不过也是无感觉到公平正义，真烦恼会亲像顶新案同款，变成世界第一个笑话。所以希望法官甲检察官应当很正义，为因讨回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的消息，我们来关心国民党经过换跳的风波了后，昨晚朱立伦跟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正式见面。洪秀柱有答应要做朱立伦竞选总部顾问团的总团长，另外前台中市长吴志强也答应要接下来竞选总部主委的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的竞选总部这礼拜六要成立，人事架构制定，奥运会总会长王金平、竞选总干事李树川、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答应要做朱立伦竞选顾问团的总团长，也决定前台中市长吴志强做竞选总部的主委。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党啊，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不可以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世界当中哈，还是要看这个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国民党真的是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我真的希望在剩下的一个月之内，我们一起努力扭转乾坤，迎向胜利。朱立伦甲洪秀柱拍破前一阵仔日子因为换作风波的无欢喜，恢复活动的热烈。之前拒绝出任竞选总部主委副总统吴敦义，加前副总统谢万长安排加前主席连战吴碧雄并列朱立伦竞选总部营务主委。他提到说，过去总统、副总统跟行政院长比较不适合来直接担任主任委员这件工作，他是不是能够担任荣誉主任委员？这个是吴副总统明确的有提出来。国民党积极营造党内团结的气势，未换回拿军的选票。朱立伦也亲自上帮到直播综艺节目，接受主持人的提问。马王如果同时掉进河里面，你要先救谁？他那么会游泳，对不对？我相信他绝对不需要别人救他。我只要一直喊说，在旁边一直喊说，拜托你救王院长、救袁院长，看他愿不愿意救。讲电影、讲家庭，也有一挂笑话问题。朱立伦展现轻松的一面，虽然网友讲话正白，有人是该批评，有人该侮辱，也毋过嘛会把握机会，和少年网友更加熟悉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前总统李登辉顶礼拜因为小中风带入去台北演讲，最近呢是一直风声讲哦，李前总统病危，和李登辉办公室是真困扰。办公室是表示，李前总统恢复了真好，后礼拜就会当出院。前总统李登辉十一月二十七号才因为小中风送去台北演讲治疗，住院一礼拜了后，这两天又传出李前总统病危的消息。有网友甚至在李登辉的脸书顶头打病危的文章，消息各位美国传回来台湾。面对假的消息不断的传出，李登辉办公室相当的无奈，只好一再被动的澄清。经过这几天的静养跟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和药物的调整。现在目前总统的恢复情形大致上是良好的。中风了后，复原的状况真好，不过竟然传出病危，李登辉表示一点仔都未在意。原本四号会决定李前总统出院的日子，不过王彦君表示，这几天天气变化大，七号了后会阁决定出院的时间。面对李前总统的病情，台联秘书长林志嘉笑话讲，李前总统的身体真好，十一月二十号才出席党庆，相信李前总统会得真紧的恢复健康。
本来也都是要去看他，但是他夫人哈讲那个总统夫人就说不要麻烦大家了，因为哈这个让他多休息，不然的话他来的话他总要招呼嘛哈。那燕芳又说最好这个不要有人这个太多人哈，一方面不能休息，一方面会感染哈。因为选举要到了，李登辉出院了，是不是会四处拍拍照为选举来站台？王彦均表示，李前总统要好好休养，暂时不出席选举的活动。记者李志华、张子佳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哦，高雄南医十二月二八号要试营运，估计会当为家己带来上百万的观光人潮。敢若伫咧高雄南医的边啊哦，即马就有七间饭店要陆续开幕。太祖大道顶馆，工人才来放一挂动物景观艺术品，这是为着十二月二十八号故宫南院将要试营运，嘉义县政府规划相关活动之一。除了投资经费，也大力招商，希望能配合故宫南院文化的车，发展嘉义县的观光产业。我们交通会比较更便利啦，但是可能会造成就是生活品质可能会有所改变。有人烦恼游客量增加，生活品质受影响，要能支持发展，因为永续规划才能创造上大的效益。看以后他县政府对周边的一些建设啦，要有永续性啊。你那个他其他就只有一个南故宫，可能发展不出来啊。故宫南院的开幕也吸引不少建商和饭店业者进驻，其中有建商第一摆转型投资饭店，赶工准备明年三月迎接游客。看中的就是随着故宫南院而来的观光商机。那故宫南院它带来的人潮跟商务的一个人潮的话，它不会叫好不叫座，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十几年，所看到的一个商机其实正在显现出来。嘉义县政府前有故宫南院，后有北条后工业区，看到故宫的汕头糖厂将被打造成正厅文化园区，也规划微型文创园区，加上原来文化局会所形成艺文特区，加上有七间饭店要营运，观光路线沿延伸到阿里山，或者是往东石宝地。希望能够农业它能够转型，然后引进一些工业区之外。那市场最大的一些翻转的力量就来自于文化跟艺术这些软实力和巧实力。饭店进驻加上三年后工业区完成，县府期待创造大量工作机会，吸引更加多少年人回乡。按个传统农业为主的嘉义县，是不是永久厝被转型成功，要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最近要拆掉公园内抹石的粗流拢引起争议，台中呢，颠倒是要甲对囡仔有危害塑化剂一挂塑胶做的粗流拢啊游乐设施，年限若到期就要来换掉，要改换做沙堡啊抹石的粗流拢，无就是改做草坡啊绿地。囡仔真欢喜伫公园内底走走跳跳，一时啊海公枪，一时啊粗流拢。不过台中市政府打算将公园内底塑化游戏器材全部停用，因为烦恼释放出来塑化剂会影响囡仔健康。如果说把它换成不是塑胶的东西，对小朋友来说当然是更好的，因为毕竟有塑化剂的问题。太阳晒了这个啊，都会有味道。其实我也不喜欢带小朋友来这里，因为改善是觉得是 OK 啦，只是父母要找个替代的方式吧，或是政府也要找个替代的方式。就亲像舅爷妈妈讲的同款，只要是一头一拍，塑胶剂、游戏器材、甲防护组啊，都会发出臭味。台中市政府也注意到这状况，未来只要是使用年限一到，都全部换掉。你目前提出换新设备的申请，建设局也拢暂时无同意。塑化剂它会带来所谓的儿童将来可能不孕症，那我们的妇女哈会有乳癌的风险哈，医学的研究都已经是证实了哈。那我是觉得一个政府，它应该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不是创造一个有风险的环境。台中市公园的这新政策得到不少家长这边的回应，不过未来是要以其他符合安全和健康的设施来代替，也是将公园完全回归绿地，不必让相关的设施进驻。建设局认为要依照每一个公园特性不同，做不同款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向头来高雄和高雄市政府看作是重大建设的合法产业园区，今仔日再去动土，个附近民众上百人去抗议。因讲本来市府讲好要去活动中心，竟然跳票，市府的官员赶紧来协调，不过过程当中也是发生冲突。
郭文杰豪华产业分区东土顶的对面路口，准备等高雄市长陈菊一到，就向前抗议。警方甲市府官员看到这么多人甲被捕掉，赶紧出面协调，都惊电力受影响。你叫一个发动证，就甲我别做乌龟嘛！李长无愿意沟通，因为市府当初请地方配合开发案时，曾经保证替附近的上了力，去活动中心甲公园，想要到后来阁讲袂当去。放一个地表面地啊，去活动中心。各一边公园啊，一边运动亭，搁一个公，一个运动中心。结果，这块地是你带呢，是要去活动中心。要无同款意见的地方人士不满，李长带人抗议，双方爆发了冲突。好佳在警方真紧将人救开，市府也接到定情书，保证会规划活动中心，或者是找替代方案。一个建筑物是很好，但是这个建筑要做什么用，什么样子的功能，然后将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使用对象，这个都是我们要做整体评估。更何况一个活动中心要花费很大的一个经费哦。市府强调，荷花园区有136公顷，到时阵园区有大片的绿地甲公园，应提供附近居民使用。另外，园区会引进电子、光电、金属等六大产业，有讲会创造10000个工作机会，甲400亿的产值。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集团，竟然讲是检察官，也是健保局的人员来诈骗。虽然讲哦，这是老步数啊，不过新北市也是有一个大学退休的教授，被被骗了将近600万。好佳哉，警方趁高钱的时，抓到两个歹徒。画面当中，看起相当少年查甫人，穿着真整齐，为老先生手上接过纸袋啊，还佫拍开看一下。就伫提走纸袋了后，警方骑机车过来，摕出手铐，马上将伊逮捕。原来这查甫人前前后后两遍到三摆，加汇款向老先生诈骗将近600万。银行也帮我们做一个这假的这个是现金袋，然后让老先生来提领，等歹徒就是以面交的方式。来诱骗诱捕他。警方以假钱诱捕了20岁姓曾阿甲40岁姓李嫌犯，两人向被害者今仔时检报局人员甲检察官，有医疗补助是给非法户头甲查了钱，伫开立人头户内，必须提领现金做公证。想要到安尼老骗子，也阁骗到了这位大学教授。因为老先生长期居住在英国，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叙述他这个经过，那朋友。知道说这个是台湾典型的这个诈骗手法。警方提醒民众，若是有相关电话发现有问题，应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了解，千万唔通受骗。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人囡仔愈生愈少，即摆影响嘛是愈来愈明显。教育部早起公布今年大专校院考核注册率，有67个考核注册率无到30%，甚至还阁有4个考核吼根本无人去注册。教育部统计，今年新生的注册率，普通班差不多70%，私塾班有83%，学术班86%，二技有80%，二专上低只有6%，五专上高有9%。其中大学技专、公私立学技拢总有67个科系注册率无到30%，其中有4个科系是零，分别是国立高雄海洋科大微电子工程系、中州科大电子工程系，佮有台北海洋大学二专部的2个科系，已经予教育部核准准备要改名的河村科技大学和。村技术学院今年有15个科系注册率不到30%，是所有学校上多。因为一直在忙着改名大学，差了一点点时间，所以吴部长要求我们寄存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寄存。我们已经连续2年，每一年都多200多个新生。研究所我们今年是全满的。教育部嘛，好有未来学生的选择很少，注册率不应该是唯一参考的标准。注册率我们可以寄存，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学校它名额寄存多，它的注册率就会拉上去。所以我就说它不是唯一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它有没有获得典范科技大学计划奖补助款、评鉴成绩。今年国立大学54个博士班招生率是零，台大、近代、清华、新台等真侪间顶尖大学有真侪黑色博士班拢招无学生。去年博士班去定6841名，今年降为6267名，明年会。开15%，另外15%交予学校统一来控管，所以明年博士班招生的名额会比今年减少将近800人。记者陈淑君、林国宏台北报道。每年休寒到春节是旅游的大季，出国旅游团费甲今年比起来是起价半少。咱台湾民众正介意去的日本线，上济去了5000块，当时热天的澳洲春节期间甚至是去了9000块。
寒假也是每年的古历过年，想要全家去日本耍耍，爱加穿寡钱啊。虽然日票的汇率也是偏低，不过因为台湾人实在想爱去日本，啊，佮有东南亚旅客嘛是团团拢满，和日本当地的饭店是真歹订。寒假过年的团费比起旧年同期大起5000块。虽然汇率已经在这一年几乎是持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哦。但是在日本相对当地方面的饭店，因为一房难求的情况下哦，成本还是持续的在涨价。除了日本团去真济，中国的华东甲澳洲，寒假甲过年嘛拢去2000块，南半球的澳洲过年阁大去9000块。拼搏协会表示，澳洲的起价是因为航空公司的机票变贵啊。澳洲方面，法国的恐怖攻击对旅游的影响已经降低，机票嘛是趁旺季来起价。过年的一个期间，由于机票的一个涨幅，好，那以及形成特殊的一个包装，所以说呢，在过年春假期间呢，团费呢拉比较高。寒假过年，等于所有的旅行团拢是变贵，要省钱，恐惊爱趁一月二十进前，尤其是一月前半个月选举进前，特别少人出国去旅游，各线拢有促销。东南亚甲韩国团甚至个降超过2000块。记者林丁如、郭俊霖台北报道。要是头爱注意天气，日本北部甲北陆地区受到强烈低气压影响，今日明仔两天会出现暴风雪，北海道落的雪嘛达到50公分。大风是吹到路顶的过路人拢寸步难行，连雨伞拢开花，也袂使。气象厅调查，日本北陆新泻部分的所在，相关的阵风是达到11级，已经是暴风的等级。日本东半部的山区因为强烈冷气团影响落大雪，目前已经有车辆因为路面结冰受骨啊，发生一个人死亡、4人受伤的车祸。继续其他的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发表国情咨文，除了把焦点放伫咧提振及经济顶头，另外因为全球受到恐怖攻击的影响，嘛继续对帕罗俄罗斯战机的土耳其政府表达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土耳其帕鲁战机是一直记在心肝内，连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拢用了真侪篇幅来讲这代志，强调俄罗斯未去未记哩这阴险的战争行为。видимо Аллах решил наказать правящую клику в Турции, лишив ее разума и рассудка。普京再度指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府向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买石油，和恐怖分子有钱就无用兵买武器，对俄国、法国、黎巴。南加马利人民发动进步进行的恐怖攻击。На нефть, другие наш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экспортные товары, был ограничен и доступ российских финансов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компаний на мировые финансовые рынки。普京讲，未用武力恐吓土耳其，暗过也是经济制裁定准都好。俄国会再次提醒因的所作所为严重的后悔，针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升温。普京表示，无法度单靠一个国家战胜恐怖主义，因为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未少来自俄国甲独立国协，所以俄国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伫境外就将因消灭。另外，经济问题，普京表示已经看到改善的现象，因为西方的制裁和油价大跌，俄罗斯有更加好的办法。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和土耳其外长3号也在贝尔格勒举行战机事件发生以来第一次会议。俄国外长讲，土耳其的讲法无新意。土耳其是表示，双方都无想要相关冲突修补关系。土耳其未针对俄国制裁有所反制，但过确实俄国继续无坚固的指控，未来立场可能会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智利南部沿海今年6月份发生300多只海鸥扩大死亡，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有科学家就指出，目前是发现其中有2只海鸥胃甲肠啊哦，拢有有毒的物质。这快艇十外位科学探险家、智利公部门的相关人员来到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的海湾，看到的拢是扩大死去的赛金，漂伫水内的肿起来。花香的渐渐烂，算一个竟然有305头尸体完整的赛金，32只古骸，337只赛金扩大，应该是有记录以来规模上大海鸥的集体扩大代志。El tema a veces impensado de que una catástrofe como esa, que uno puede suponer 300 cadáveres, y es chocante verlo cuando uno está sobrevolando。
亲像海岸的蒙阿波科学家嘛惊到，但是爱做会当做的，就是打拼来调查，用刀划开因的腹肚，采集当地的水。直到即马为止，人类活动的干预已经排除。En dos ejemplares encontramos contenidos importantes tanto en estómago como en intestino de esta toxina, lo que nos orienta a que las causas estarían más bien dirigidas a este tipo de fenómenos. 在两只细菌的胃甲肠啊内底发现有毒的物件，但是毒的种类真多，为倒位来，想要查清楚原因，阁需要时间。科学家希望找出原因，继续研究，对海岸的实施嘛，会当更加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明仔日温度，先来关心，伫咧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有1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高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有18度。伫咧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高14度。伫咧外岛是13度到24度。新闻最后，咱做伙来去泰国来看泰鸿庆祝生日的大阅兵。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一个朋友的进来，看到我们整个放水烟，他才走到这边而已吧，就从那边提了他那个喷药东西进来，走到这里，然后就出去，东西丢了就要回旋大楼。我想这是法官他解读的问题，是专业的问题哦。以食品的观点来讲的话，不能当食品燃料，怎么可以去咱弄成当食品？那这样什么话都不用谈的。对于我们选举事务非常的熟悉。对党务系统也过去很有经验，国民党真的是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我们一起努力扭转乾坤，迎向胜利。入生的人数我们不会减少啊，那我们也会依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这个检讨哈。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的联考。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光视大展精选，详情请上光视官网。你带出去，没带回来的可多了。白说。来呀！这是你共产党，子弹打了200多颗才取消，那么请问对他多少处置啊？我不是共产党。